好了，现在的早餐跟午餐一起吃，我们去吃叉烧。这一家店的叉烧是非常的不错吃，也非常的推荐呀。爽耶，好吃的样子，大大快咬，很爽耶。Hello， 大家好，我是奥卡，然后今天是慧英抓的相机。今天我们要去。300 meters, keep right. 今天我们要去这一个。算是动漫展嘛，应该算是啊，可能小型的动漫展啦、啊，因为我没有去过啦 ，OK， 这样是第一次，慧英就陪我一起去啦，然后我们现在就去着，这样。怎么臭诶？不要 close up 诶，喂，很臭，怎么？是你自己刚刚讲要电话的哦，哇啦哦！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去了这个所谓的动漫展，就是在这个松叶湾这边呢、啊。这样子的 ticket， 不错呀。我还第一次去这样子的 expo 呀、yeah.。我很仔细的这种、我想看但是我看里面还有东西那种接着那种啊啊 Rolling Twice Down 这个呀一来就花钱了其实我下个月还是会买只不过提早花了好啦这样子呢就不计不过来我们就突然间逛完了那个所谓的动漫节真是有点没有惊喜呀、跟我想象中有点不一样啊因为我看过那种海外的就是香港啊外国那种他们是有那种万代啊或者一些什么什么比较大公司的牌子会进来就是会 display 一些他们新的模型的那些呀不这次就比较少啦还是那个不是叫动漫展还是那个叫模型展我不知道耶你们可以在下面 comment 还是这种动漫展是这样我刚刚没有什么拍哦是因为我看到看来看去的差不多一样不是在卖鬼灭就是卖咒术不然就拿入到 One Piece 呀大众都在这样然后有一些什么那个 cosplayer 我都不知道是哪个来的就一些、cosplayer 这样子所以 我基本上我没有拍呀然后刚巧我看到有我要的Kamen Rider Revice DX Rolling Vice Stamp 然后我就买了呀就这样基本上是这样好了现在我们就去哎，吃过东西真的。然后那个入场是5块。这个，哎，不是，这个。玩电梯，坏小孩。哎，按错啫，你不要这样。好了，现在呢，刚刚逛好那边呢，我们现在就走过去 Pavilion 这边吃晚餐。
开始施展女人的第二个威严。终于吃完了。OK 啦，好了，现在是第二天了，不是 ，I mean 不是各一天，是各了好几天。这一段是过后，我们又再补回进去这一段影片里面。因为上次我们不是去那个展览的，然后那个展览是真的有一点 boring 啦，就是那些 cosplay 都比较少啦，而且比较无聊，卖那种东西来嘘嘘，差不多这样。然后第二、第三天就是 following， 因为我们去是星期五。所以差不多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呢，就真的是比较多人，然后我会放那promo video那边。现在我们就去另外一个的，是在 Pavilion， 它是由应该是叫 Toy Garden 举办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去看，因为这个会比较多是模型 cosplay 也有，不过不懂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时段有没有啦。不过这个不是展览，它只是一个 I mean 它不是一个 exhibition hall， 它只是一个地方有摆 booth 这样子呀，所以比较多都是会在模型。好的，Let's go. OK， 我走错路了。对，真的没？真的。真的嘞。看过主驾车吗？主。我的主。对，这个你觉得美吗？你觉得呢？你看到什么？啊、我知道了，我看到了，看有点可爱耶。这个你认识吧？啊？这个你认识吧？认识。Dragon Ball 的七龙珠，不过它好像是那种木雕的感觉。有点我这个很霸气的感觉。你生气老师这样子了？我才没有这样生气。完美一下那个动作。叫取机主，我也不知道，可能这也是品牌吧。哎，这个嘞，鬼灭之刃也是。这个我懂。嘿嘿，我好像收到一般也是挺有别。很可爱呀、啊。跟毛子。它的 fabric 吗？迷你迷你的那种 fabric。哇，有假面骑士的对面。啊，这个我懂。哇，你竟然懂这个？这是什么？不一样，但是我看过。酷吧，分装吧。你看那个羊的那个小小哥的那个鸡，哇，这些也是拼装的。哎，你的朋友。这些也是拼装。这个也是拼装，不过是普通。这边都有卖。我女朋友买了一个给我，但是我都还没有时间弄。
生命手环，那个 Digimon 的，然后 Kamen Rider 的生命手环，就是计步数的，然后它是可以养它这样，会增加。这里是画的，哇，这个很美耶，哇，很强耶，这些人画刀。OK 啊，然后我现在要进这间。我就是来找这个东西。要花钱。刚刚呢，我们原本想要在 Pavilion 那边吃东西，结果呢，九点全部都讲没有卖啊，我们已经 close 了。不是 Cost 点那边，我真的是不懂。我们就特地走去 McDonald's Drive Thru 啦，买了一些这样的东西啦。然后呢，刚刚买的那个模型。呀、yeah, ，Batman 的车 ，OK， 迟点呢，我会在我自己的频道按这边啊，我会在那边会有丢啦，到时候你们看有没有那个 link 啦哈。然后另外这边呢，是刚刚随便买一下的一些这些断断的吃的用的那些东西。哎，有个东西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哦，是真的蛮不错一下的，哎呀，因为我自己是有用啦，然后它是。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敷一下，因为有些时候日常我们做工啊什么啊，就是你看电脑比较多的话就可以舒缓你的眼睛，我觉得蛮不错一下啦。然后我在东东买49块多，然后他等于是他有送到一片，就是五片送一片，就是六片，平时的话是五片装的。瓦森应该都很像有，是瓦森是上次你跟我讲、yeah. 啊，瓦森也是有，蛮推荐的，因为我也是看那个魅后的影片，然后买来 try 一下啦。try 过我觉得蛮不错一下。好啦，这样现在我们就吃东西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我很饿，妈，10点了，现在都还没有吃东西。